佛教小故事，人生大智慧。徐芬人，今日的故事出自于《言喻经》。世尊在舍卫国讲经说法，广度有缘人，得到众人的爱戴。由于舍卫国人民众多，住宅非常密集，因此茅房好少，每次都必须走到城外。有一些富人不想去城外的，就用瓦器将粪便收集起来，再雇佣穷人将瓦器运到城外处理了它。当时有一个非常贫穷的人，名叫尼提，为了维持生计，只能够做这份工作。一日，世尊入定观机，定中见一个随分人，名叫尼提，罪业将消，因缘成熟。于是世尊就同阿难进入舍卫国，走到一条巷的时候，正好碰见尼提拿着瓦器往城外走过去。尼提远远睇见世尊，感到非常羞愧，急忙退到另一条路上躲藏起来。他从另一条路走出去之后，又睇到世尊，就再急忙回身避开。心慌意乱之下，瓦器撞到墙上破裂，粪便淋满了身。尼提这个时候更是觉得羞愧不已，不敢见佛。这个时候，世尊现身在尼提面前说，你想要出家求得解脱吗？尼提说，如来是金轮王，随从的弟子亦都是贵人，我这样的身份哪里能够跟他们一样出家学道啊？世尊说，佛法的清妙就好似净水，能够洗涤一切污秽，亦好似大火，能够烧毁一切，不论大小新旧等物，一接触到火都同样成了灰烬。佛法无边，不分贫富贵贱，男女老幼，凡是肯收集的，只要渐渐去除私欲，就能够拔去苦本，恢复清净自在。这个时候的尼提听佛如是说，生起信心，发愿出家。世尊命阿难带尼提到城外大河边洗净沐浴，然后再领他到奇缘精舍听佛说法，了知生死可畏，唯有证得涅槃才能够得到永生。闻法后的尼提心开意解，马上证得初果须陀洹。于是尼提合掌向佛求做沙门。世尊说，善哉善哉。这个时候尼提的头发自然脱落，法衣自然着身，现出庄严的比丘相。佛又为尼提演说苦、集、灭、道四圣谛的妙义。尼提听了之后，诸漏得尽，证得了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一时具足。这个时候，全舍卫国的人听讲为人随分的尼提出家做了僧人，都起了烦恼，愤愤不平地说，为什么世尊要给这样一个卑贱的人出家学道啊？以后我们遇见尼提，怎样能够向他礼拜啊？我们要供养佛同僧众，如果尼提益利，岂不是污秽了我们的藏籍？大家就这样辗转谈论，竟然传到了舍卫国的国王
波斯匿王的耳中。国王听闻这件事亦深感不解，于是同随从来到奇缘精舍，想要请问世尊。国王到了精舍门前，就在树荫下暂时休息。奇缘精舍的门外有一块大石头，尼提比丘正坐在石头上缝补衣裳，空中有七百天人各持花香礼敬供养。国王见到这个景象深感欢喜，走到尼提比丘面前讲：我想要见佛，愿你能够代为通报。尼提比丘立刻从石中隐没到佛前讲：波斯匿王在精舍外面想要礼见你。世尊同尼提讲：依你刚才入来的方式再出去回复他。尼提又从石中现身到国王眼前讲：我已经禀明世尊，你现在可以入去了。国王暗想：刚才想问的事暂且搁置一旁，应当先请问佛，这位比丘有什么福德因缘，竟然有这样的神通，能够在石中出入自在。波斯匿王见了佛，顶礼佛足，向右绕佛三圈，退在一旁，合掌问佛讲：刚才那位比丘为什么能够有在石头入面自由进出的神通？他叫什么名字？请世尊慈悲垂示。世尊讲：他本来是你国家入面极其卑贱的人，我已经度化他，而家证得咗阿罗汉果，亦就是国王你今日嚟要问嘅尼提。国王听世尊咁样讲，傲慢之心顿时去除，心生欢喜敬重。世尊对国王讲：凡人处世，尊卑贵贱，贫富苦乐，都系由宿世所做嘅善恶业招感嚟。能够仁慈谦和，敬长护幼，种这样的善因，就能够生而为贵人。如果凶恶强暴，骄傲放肆，自大欺人，种下这样的恶因，就会招来卑贱的果报。国王赞叹佛的功德无量，能够让人得到无穷的利益，即使是如此下贱之人，亦能够拔苦毒获安乐。又问：咁尼提是乜嘢因缘生来卑贱，又是种咗乜嘢善根，能够遇到世尊，蒙受你嘅慈悲度化而促正果位？请世尊开示。世尊讲：喺过去迦摄佛涅槃之后，有位比丘，他主持僧团的一切事务，为所欲为。由于身患疾病，服药之后排出的粪便不自己处理，反而用金银做的燥盘装住，让一位正了初果的弟子担去丢弃。他自此掌理僧事，身体稍为有不舒服，自己能做的事，他一再驱使正果的弟子来帮他做，以此因缘，他流转生死，五百生中都是做为人除粪的工作，一直到今日。又因为他过去生中曾经出家，有持戒的功德，所以能够遇到佛应世，闻法得道。这个就是尼提今生正果的始末缘由。世人每以财富、权势、名位来论人高低，但是在生死的问题上，人人都是平等的。
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生死。咁样讲嚟，即使万乘之君，亦比唔上一个解脱正道嘅尼提。师父讲，佛菩萨对十法界嘅众生一律平等看待，绝对唔会将天人睇得高，将饿鬼、畜生、地狱众生睇得低。为乜嘢佛能够睇到平等？佛从法性上睇，十法界依正庄严同一个法性，众生睇十法界依正庄严，何以不平等？众生着相，相唔平等。这个道理，古大德有个比喻非常好，我们可以从比喻里面细心去体会。古人用黄金金器做比喻，黄金的成色一样，重量一样。我们将这个黄金做一尊佛像，做一尊菩萨像，做一尊天人像，做一个畜生像，做一个饿鬼像，做一个地狱众生像，通通摆在这里。这些比喻十法界的众生，我们从黄金上看，材质价值是一样的，平等的，从相上看不一样。这个是菩萨看到之后要顶礼三拜，那个是饿鬼看到还骂他几句，这个就是着相。凡夫着相，我们看什么都不平等。佛菩萨不着相，是一不是二。我们要学佛菩萨的看法，心就平等了，平等就清净了。